真的很想你，朋友。没有实心度过的时间，对我来说都是奢侈。你是在拿我的钱装大方吗？我爸是 Mega 娱乐的社长，我们宝娜永远是电影中的女主角。Hi brother。欲戴上王冠，就必承其重。6月24日起，每周一至周四晚间10点，中视频道《韩流大事》偶像剧作《继承者们》。挺可爱的，知道就好。